今天很高兴总统跟部长还有各位长官来莅临这三场参观。那第一个部分的话，我们会先针对跟智慧制造部分，还有跟铝光的建厂还有环境的训练师，先跟大家做介绍。In my plant clean rooms, increased automation enables production to run with minimal human intervention. A 三厂是铝光最智慧的一个工厂，它每天收集就是大概3250部电影的资料在做分析。When it comes to infrastructure, Micron's investment in sustainable facilities design has been recognized with LEED Gold certifications for our latest fabrication plants, including Taiwan Building A2. 它这一个在做我们的百年大树，也是野生大树。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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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大的，最大的。我这样是放一点。好，再一张，3、2、1。好，谢谢钟总，谢谢。Yeah. 好 ，OK， 我们重点在读。好，再一张。好，谢谢，谢谢钟总。我叫桑西罗，我从西非过来的，所以来台湾大概8年。所以我先到辅仁大学学中文1年，然后到成功大学学大学跟研究所，后面来美光这边上班，目前在波段当设备工程师，幸会幸会。这边一张啊，准备3、2、1，好，再一张好。好，我们要不要来比个赞？好，对，今天互动赞不赞？赞。看这边，3、2、1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